没事的时候呢，总想到古城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走进平遥呢，就像走进一座历史博物馆，一座文化博物馆。磅礴的砖墙，它是一种历史的承载和历史的记忆。晋商文化是一种宝贵的晋商财富，从明清以来呢，它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，这些呢都是很创新的精神。期待平遥古城呢成为一座活的古城，把平遥古城的文化呢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。